段而已，第一段啊，每反正就是这样就对了。然后里面呢，就是其实琴师大概就是主要是会按和弦，然后呢，然后你要那人家唱的 G 调，或你自己要唱 G 调，你就马上转 G 调。那这首歌应该是 G 调。G 调，他原调是 G 调。原调我不知道的，我唱 G 调。男Tom Jones 可能更高，那时候如果听唱片可能更高，但是 G 调我以前是唱 G 调。背和弦，其实这才是当务之急，然后自己要有的时候要很快，就是你在弹的时候，你这个，你虽然嘴巴是唱这个旋律嘛，对，唱音，然后你心中其实要有那个音的，你说，哒哒哒哒。手就有音在，手哆来咪咪，来咪发咪，来哆西来，哆咪嗦嗦嗦咪，发咪来哆，哆哆西哆，来哆西拉嗦，嗦哆哆来。
后这个就是以前我早期的时候，我这样对不对哈？就算有谱给你，你看了半天你还记不起来，你记不起来，你要练习，你要反正就是要一直练，就是这些弹几遍以后，你就是很容易记起来。那这个就是时间磨练，那你就是要这样练啊。哎，那新同学来了。